那我去收那个了。好，我们去收。好。那如果没有，我自己也放了两只。我、哦、这个放的时间比较长。哦，是吗？我中午两点就来放。啊，你放的是这只、哦哦？那你先拉起来看有没有？欸、放越久，小只的。哎、欸，你看，哦，那是小只的。那个小、哦、太快了吧？对对，你看，好快啊！现在飞一样。因为我们不太敢那个。哇哇哇！好痒，好痒。抓得到，抓得到。在哪里啊？好痒，这里。有了，抓到了。结果你没抓到，抓到了，抓到了。对，这就在这里哦，不好意思。哎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跑下去了，我真的有抓到，刚才。没有啦，他真的在这里，在这里跑。我刚刚有抓到啊，对啊。在这里。好，你看有一只，哎，有一只，有一只，哎，两只。两只，这是你的吗？哎，还是胜利黎明线。不过我比较那个了，我放两个了。哦。所以说这个叫哥哥顶，就是哦，连那猜都不好猜。这种蟹哦，它你看它的脚的短。皱褶这么多，只要网子卡进去，它就跑，它跑不掉了。对，而且一般它没有少的可以来拆啊。而且一般的蟹这里都比较尖，它这里有点扁哎，它是扁，你看哦，没有，它的脚在这里啊。它放在你的手掌哦，会装死的。会装死。它的个性跟刚刚那一只完全不一样。它是黎明。哎，这种螃蟹它有一个独门功夫啊，它要把自己藏身体藏进去的那个动作很快。哇！你往哪里跑？它会在那里吐气。哦，所以我们看到泡泡就是螃蟹啊。对对，真的很快耶，这是它独门功夫了。看一下，哇，没半只。我也没有。这个也没有。我感觉我有哎。哎，有。有。哎，你好。我真的有。我觉得我好 lucky 哦。哎，王爷有波比哈。改运有差哎！赶快联系詹姆士，给他看一下，我没有钓到。抓沙蟹的时候，我们都没有抓到，其实有点可惜。但很幸运的是，我们另外那个海蟹的部分，就跟那个东龙宫的香肠一样。我跟你讲，真的是今天是身心灵之旅。自从我改运之后，我整个旺到一个不行，我觉得我超幸运的。香肠洗白我也赢了，而且那个补蟹部分，我们四个人只有一个人补到，只有我。这趟下来让我觉得很值得啦，因为真的很少来垦丁了嘛，然后又一起做了那么多事情，所以看到很多夕阳，我觉得很棒，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夕阳的人。今天的夕阳就让我觉得有点温馨。哇塞！又是你找的、啊？哇塞！是你的吗？当然啦、啊，你看，我们拍的照片，这是我屁股哎，你看一下这个比较重点呐、啊。哦，姐，这是那天你来早上的那个。哦，这个好去玩，我想玩这个，我想玩这个。对不起，没来不及，没有。这是哪里啊？民宿啊，这是民宿啊。哦，对，民宿，哎呀，民宿，等一下。对啊，我躲在哪里？都吃的，你在这里吧。我看。哎，白痴，这个我比较白痴吧，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在抓那个。抓。哎，我有抓到哎。抓什么这个？就夜市反应力那个、啊，在肯丁大街。哦哦哦！哎，我们去那个野餐，你们看这个，哦，都是回忆耶。哎，坐，先坐。那我真的要谢谢你们，谢谢，好开心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你的是什么 ？Mojito。叫错，应该叫 Mojito。没关系，可以。你要吗？Margarita。我每天都在喝啤酒，每天，对，真的，这趟下来，我觉得男人都是喜欢喝啤酒，这就是男人。嗯，有你最爱的猪脚啊！哇，我看到了，我刚才已经看到了猪脚。你们猜我会先吃哪一片？我如果是你的话，脚吗？脚骨最脚，这个对，脚骨最底下的猪蹄吗？我要这个是它的骨头。然后因为。我觉得这里的菜就是比较异国风味，然后有比较西式的、欧式的、意式的，然后我就觉得我们可以在这边很 chill， 然后聊聊天，因为最后一天最后一站了。嗯，我好想跟你们聊聊天哦，因为我有点舍不得。我觉得我跟你已经聊完了。但我们你更不用讲，你早两天都已经聊完了，第一天就已经聊完了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觉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多跟我们熟悉，跟我们认识，你才知道说回去要怎么让水瓶座更开心。
那不用，我已经跟他在一起20年了。所以够了，是不是？够，我太了解。对，我真的再次强调，为什么？这跟星座没有关系。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两个开始是不是很像？很像啊，一模一样啊！真的啊！还稀稀疏疏一直讲悄悄话。对啊，你听到什么吗？你们有？我就是没有听到，所以才悄悄话。你看，你看，我都说不用聊天，我是在吵架现在。干嘛这样？好啦，其实哈，我真的还蛮谢谢你们这一趟。你到底要谢多次啊你？对啊，哎呦，真的很感动，好感性啊！而且要啰嗦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啦，从原本我真的很紧张，我没有想到我安排行程你们会喜欢，因为其实我安排行程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想要去完成的一个景点、一个游戏也好。嗯。但因为我一直就是我没有胆嘛，我怕高也怕水，我也不会自己去完成。然后谢谢你们，然后我要谢谢你们，所以我准备一个礼物。嗯。Hello， 我的神秘嘉宾，接下来的行程就要麻烦你喽。我们这几位旅伴都很可爱，请你千万千万要代替我多照顾他们。还有这次有个指定的送礼任务，要请你准备一份专属于他的礼物。记得在旅途中寻找适合的纪念品，然后在最后一天送给他。当然也希望你可以好好享受这趟旅程，一定会很好玩又很难忘的哦。这一趟旅程当中，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，就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难相处。是啊，所以我特别挑了一份礼物要送给他。难相处，我听到这个关键字，等下出来就是谁就知道谁难相处。我是说，我觉得也绝对不是我。所以我们三个人要想谁的第一个印象就给人家感觉是难相处。等一下。不是第一印象，是我自己害怕，因为在我心里他就是，那又转了，他就是我的，又转了，我心目中的偶像。那我不要自己拿出来好了，这样好尴尬。好了，我要送给他，让他自己拆礼物。谢谢哥，谢谢哥。哎，我有这样难相处的样子吗？我有吗？我就是在等这一个。我难相处？我没有。哎，你们大家作证，我有说你难相处，我说。我没有，我想象中是我自己想象。我这样激动一下是要听他怎么，听他做解释，那么两个人怎么解释？因为在我眼里，我心里他是一个大明星，没，我很害怕，我害怕，但没有想到原来他这么温暖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错了，我不是大明星，我连金三角都不知道。这个我要证明一下，在我眼里你就是大明星了。那你要看我送你什么礼物吧。不管怎么样，真的谢谢。这是我精心挑选的呢，精心。有两份呢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卡片，念出来。哇塞，我跟你讲，这是我第一次在所有观众面前戴这个眼镜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有牺牲。我跟你讲，真的。哇。哇！我看到这个卡，我觉得我太粗心了。哇，好有诚意耶 ！Dear， 最重气，什么叫最重气？最气！我读到最重气。哦，对，就是这很像钟嘛，对不对？最帅气的评审歌，很温馨，很感人。在被你这一没有，我们就是要有这种气氛在里面，对不对？谢谢您的温暖，让我放下了忐忑的心。你有什么忐忑吗？开心的，尽情的。享受了一段美好的旅程，哇！这个要念出来。Love， 一趟这么有温度的旅行，绝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表达我内心的感动，所以特别挑选了这份礼物，希望你会喜欢。好，我插上去了。好，插。一二。哇！谢谢。我没有看到这个在夜市的时候，我也没有看。所以你看我多用心，是，我真的。我跟你讲，那天你真的走上走下，我是真的一直在跑，一直在找。真的真的真的，我真的很用心。是是是，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。这个东西呢，跟我有关系。那我也希望这个礼物能够带给这个人，跟我有同样。一个美好的这个经历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很漂亮的回忆，那就好像我在祝福他一样，因为他也是一个很得人
喜爱。应该不是我，我有自知之明。我就是讲他，我没有讲你，你干嘛？我知道，对号入座呢。这个是给你的老弟，小弟。那我就先，哇，很大哎，很重哎。英语好吗？哎，什么？给那个去过美国的人读一下。这个因为我没有玩过。为什么？刚刚我看到这个，是他手也要拍到，我他手也要拍这个。因为这个东西蛮大的啦，你用吹的话，可能就不用玩了，还买一个仪器。因为他气有点虚，按摩的时候气有点虚。对，所以我买礼物都是会朝着好玩，好玩是，对，好玩是好玩。我曾经也挑战过这玩意，我一眼就看中它会带给你快乐，希望你也可以征服它，不容易哦。哈哈哈哈是什么？还有一个笑脸。你以为你在写 LINE 吗？哈哈。但我必须要说，这是狮子座让人又爱又恨的地方。他就明明很温馨的想要祝福你，可是他又最后那个幽默感，让你有对，那就想要来一个笑的感觉，哈哈，就是有点也怕尴尬，对。希望你可以收着，到你先不要玩，等到你找到你的另一半。等我找到另外一半，我会约歌去冒进。好耶！好，接下来换谁？我送给我们家小妹。You 是我。对，我以为。你以为什么？你以为这样？我不想收到礼物。哎，我买礼物很好哎。是啊。谢谢哥，谢谢哥。为什么是两？因为他跟我说他还没打麻将。是哦。对。我没有相约麻打。我们有相约打麻将了，所以就希望他下次打麻将可以穿这条。哎，这个老要穿要穿，这可以先穿呐，你就穿。现在穿现在穿，你现在去换啊，现在套上去，你就这样套在这了，直接穿直接穿。很帅耶，很好看呢。他蛮适合我的啦。我在想设计这个人真的是很喜欢麻将，而且 size 刚刚好，有用心，对，刚好有用心，真的。哎，这个晚上你每天穿，我跟你讲，你会变成麻将大将，逢赌必赢。哎，这个衣服哦，绝对会给你灵感。很赞哎！你刚是流口水吗？对。哎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去出海的那一天。Titanic 那个哈。对。哎，这是我们那个。这那个什么？我们那个信任测验。是啊。看我们去夜车。夜车对。然后这里好黑。哦，好。他的痣很，他的痣，哎，他的痣不像个男生。对。像个女生。女生呢？我要先念一个最大的。真的。祝你自摸大事喜！谢谢。在这短短的5天里，虽然我们都很常呛你、闹你，但有一点我必须要说：我出道之后，很难得可以再遇到一个拥有快乐且天真的朋友，希望你能永远保持。谢谢你们带给我这份快乐的回忆。我会永远保持好，谢谢哥，谢谢哥。这个东西呢是，其实我一眼看到我就知道是要给你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聊天的过程中，我也知道说，哦，你好像有一些睡不好。然后这个东西是我，其实我从小就一直很想要拥有过它。那个东西就是我希望你一切幸运，然后幸运都在你身边，然后一直幸福下去。比基尼啊，比基尼。我刚刚看到羽毛了，你弄解比基尼。这叫什么？捕梦网。捕梦网是什么？捕梦网其实它就是一个怕睡不好、容易做噩梦的人，可以用这个网去把那个噩梦捕走。谢谢。哦，这个叫捕梦网。嗯。我还不知道这叫捕梦网因为这是手工做的，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。嗯，这样不是我做的吗？我有特地问店家是什么。哎呀，这我做的啊，你跟他讲啊。
谢谢你哦，谢谢你，你真的把我们聊天都记在心里了耶。因为我们都是以为你聊假的，我有记在心里啦。因为你常常就是，比如说哥说他小孩几岁，你也会问他说，哈，你哥你小孩几岁？你就是会再重复问一次。我想说，你聊天就只是这样，没有，他记得很清楚。小孩几岁是你？对啊，超可爱，我觉得小孩，就是那个过程真的是。所以他现在几岁啊？九岁啊。刚不是讲过？对啊，他讲了三次。你干嘛乱呛人？好，对不起。谢谢英英姐，谢谢你来陪我一起祝祝福。哎，我现在眼睛有点看不清楚。我这有这么走吗？谢谢你来跟我一起被呛，他说抱我。谢谢。原来他找到一个可以陪你一起啊被呛的人。你好，不要念我，你不要念一半啦。谢谢你来陪我一起被呛。其实一开始见到你，我真的不认识你，非常的紧张，害怕会不会没有话题。但从你开口的那时候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开口说了什么？好了，不要破灭破坏你们两个人的真的感情。好啦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我是花甲之年郑青春，我是少年郑得意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。我跟你讲，这行程绝对超乎你想象哦！快点，快点走，快点。